3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在4日晚间盛大登场，出席的艺人名单整个超级豪华。原定为开幕式主持人之一的李帝勋，因前几天紧急接受手术，只好由朴恩丁独挑大梁。他穿着一身湖水绿礼服现身红毯，疯狂发送爱心，让现场镁光灯闪个不停。靠着艺能凤西妈妈，人气再度飙升的韩孝周今天也华丽外出，要和郑秀晶、范冰冰、刘品言等人同场比美。而新手奶爸宋仲基则是穿着超帅西装亮相。周登场的是暌违14年再度访韩的香港巨星周润发，这次他接棒梁朝伟要来领下亚洲电影人奖，一踏上红毯就祭出他最招牌的笑容，完全超级亲民。Bye.